接下来啊，我觉得君如呢啊，其实我有一点点话要说了。我看上的应该是在2年前，那时候我刚刚回来抖音的时候，那个 Pepsi 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印象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第一个印象啊，老实说很非常模糊，非常模糊。可是啊，直到今年呢，我在对我们也有来电，田老师，老师你好。啊，对，他是一位啊歌唱老师，老师你好。到今年再见回他，我觉得他进步很多，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今天君如要唱什么歌？好，你们继续指，我们再听一下。心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。
不是你在上面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位也是很会唱的啊，百声对吗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对吧？啊，对，他的声音也是非常像蔡健雅，也是另外一位在抖音让我很惊讶的声音，也是另外一档在抖音让我非常惊讶的声音，所以大家要记得爸爸，所以他一定要上来。现在呢，我们特别要求啊，其实这如果你们有留意最近的一个比赛的话，万里的迷代表在电视的话，有看到我们沙巴唯一两位华人代表呢啊、远征到西马去比赛了，其中一位就坐在这里，他是我们 KK 的 Gary，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Gary 是最近我在 KK 发现到一位啊、唱歌的材料，他的声音真的让人非常。非常激动，因为他有一把很好声，最重要是他非常今年才20岁，不是男生，还是感觉到他公开要求谁想要打电话，有会员来了，我不要电话号码，可是这就是守护人的习惯，喜欢迟到。到底要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好，我把时间交给 Gary。